我们家也没有说很好玩了，我们开始吃那馒头跟鸡蛋嘞，馒头鸡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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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做的馒头？阿妈的。鸡蛋是爸爸煎的。对，爸爸煎的啊。那阿妈是阿妈要夹在一起吃，不是分开吃。可是我想要分开吃，比较好吃。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嗯。嗯。都有的。想要不要吃到自己的手嘞？还吃手？舔手而已啊，没有酱的。嗯。好，拜拜。放个朋友。要烫到了啊、哦！拜拜。